最帅的古装王子，花谢花飞花满天。朱一龙饰演温文尔雅、气质非凡的花家二公子花无谢，情定三生。朱一龙饰演富家大少池瑞。朱一龙参演了电影《大明嫔妃》，饰演男二号朱长洵。这部电影为朱一龙在影视圈打开了一定的知名度，再到后来的《家宴》《战地晴天》等，观众开始关注这个阳光帅气的大男孩。朱一龙的演技还是值得肯定，也希望他早日能有一部收视率爆红的电视剧。他的长相很有文艺范，无疑是个美男子。朱一龙卸妆后，网友给打68分。以白宇的年纪演高中生显打，演赵云兰又显小，先天年纪的条件其实不尴不尬的，但后天演出的效果还挺有模有样的，演出了一个喜闻乐见的流氓。镇魂中白宇演的老油条满嘴跑火车，有人说白宇就算拾得赶紧就当不起乱我新曲这四个字，但是却真的将赵云兰这个角色演活了。眉目之间的那种脾气语调郎当，仿佛已经混迹江湖多年，见个人就能称兄道弟自来熟，见了关系不嘴上称兄道弟，背后骂得天翻地覆。白宇卸妆后，网友给打82分。新版流星花园正式开播，其中饰演道明寺的王鹤棣备受关注。王鹤棣是获得超次元偶像的冠军后，被柴智屏钦点成为新剧的道明寺。外表冷酷颜值爆表的道明寺，在电视剧开播之前受引来了无数的迷妹。王鹤棣在流星花园中的表现可圈可点，